该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这还坑你呀的？这个影后呢？伊哦，伊捌钓到哦。伫韩国啊，首尔诶。首尔。嘿啊，迄是迄个奖伫首尔办。哦。对，啊，但是伊是国际性诶电视连电视单元曲。哦。嘿啊。啊，伊演啥物货？艾草，艾草，艾草。嘿啊。就算你足够共差，就对啊。是啦。他讲诶，甲波约到。唔是啦，艾草就咱闽南语咧讲一种草，伊会当安尼辟邪有无？吓草。吓草。嘿。对吼，啊，抹啊抹草，抹草哈，抹草啦。啊，抹草就抹草嘛。不是，抹抹抹抹草。抹草啊。天哪，人伊是艾草为国争光。哦。啊，你嘛有啊？你嘛为国争光啊？你是爱抹啊？为国争光。争光，爱国争光啊！莫跟你讲啦，你我看你拄只做迄个胖皇帝，伊是做了足好个，你我看，哎，脚好像开个安尼。真毒。行路敢不是拢安尼，安尼，诸葛，我若演无好吼，会去用讲卡称呢，对不？因为我是杨丽花歌仔戏团，我袂去演无好。歌仔戏团唱这阵你唱上好，感谢。不哩个唱这是赞，难讲是。他那个韵味哦，不是喊你要简单，那落去演个敢知影讲有够歹唱。因为其实我主色，就韵味。韵味就是迄开口哇，轻口，迄早起那迄个姿势啊。啊，你著讲姿势就好啊。无同款啦，韵味佮姿势无同啦，系啊，对啊。其实我自细汉就就爱听黄梅调，较早拢刻盘嘛。嘿，啊，一直到大汉有看到电视看歌戏，细汉嘛有去戏班看歌戏，啊，都去台下，啊，就足喜足爱足爱歌戏，系啊。演演歌戏真正唱了袂歹。谢谢。由伊个做歌戏做歌星出专辑，可能伊啊。唔过你迄歌内面，敢那闽江啊做的嘛？系啊系啊系啊！再会吧，北岛。啊，就再会吧，那也去北岛。啊，伊就是伫个北岛有迄个类似风尘女子嘛，较早拢个唱南歌戏。啊，是唔是有另外的陪？我不知道。下个人可能我也捌去啦，闽江啊也捌去。伊个意思再会啊，北岛就是敢那讲。边查某的底下上班啦，啊，但是迄个没有给呀，没有出去做生意。但是要搁伫只咧单人客安尼就对了。不是不是，这个被红出去做生意的人，哎，唔敢这姊妹啊见啊。安尼就不要紧，你若给的有闲，再搁等来客串。哎，就搁请哎，吼，啊，这个挂。客人后面想要搁等啊。哎，朱大哥，刚才是因为安尼关系，所以丽丽姐伊讲话拢一直挖去你呀，啊，干嘛？就寂寞的。有吗？哇，有一段距离，你都叫一直过啊？真的吗？边讲一句，你都话过一个。哎，是礼貌嘛？我总袂晓讲，哎，朱大哥，嘿，安怎安怎？哦，就这唔讲话，莫讲话，搁一直八句的。是无啊？哎呀，不过慢慢一直静静啊。唔是阿姨的亲切啦。对。哦。你的意思是啥物会？无啦，伊起码一个人啦，寂寞啊。啊，你是？我来一个人，我有儿子女儿哎。啊，不过无翁啊，无翁有遐尼重要。无翁，你的意思叫我做人翁啊啦？啊，那你也叫我过来的呀？你爱你动作，我当然咧客串的。你讲迄拢无礼无貌起来。哇，咱这平平艺人爱互相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无翁无翁，咱爱甲鼓励。没有那鼓励。你有后生甲组囝？系啊系啊。生两个啊？系啊。哦，我嘛真紧呢。嗯，什么真紧？嗯，啊，很紧的离婚啦。那有偌紧呐？离婚那好，离婚你真独身啊？啊，水啦，你个赞。对啊，这番我记得嘞，对不？那知影你潘丽丽的个诶，这个环境啦、个性啦，对不？啊，不做伊娘家，佮做迄个，佮在生囝，佮到尾佮离婚，啊，佮袂做会子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伊的角色为我写吗？完全不关你啦。有可能啊，伊啊编剧尾啊，就潘石讲啊，无佮阿小倒转来啊。不，嘿，是因为演技好。哎，你们演技好就应该离开安尼哦。不是，本来是已经写讲已经离开啊，哎，不过演了太好，佫会转来。哦，是安尼意思。伊站有成，伊站就看到因情红就对了。哦，看到迄个做迄个什么人，因老爸啊。怀民哥，怀民哥演的好。无啦，迄不是情红啊，迄是算。
疫情到顶的啦。不是，是阮先是男女朋友嘛，啊，有心了啊，啊，因为伊个尾啊个娶别人啊，所以我只好离开是安尼。哦，啊，你种你种型的怨叹的，的讲的话哦，一句一句啊，目尾啊那个硬种的啊，拢插在心肝伊啊。啊，迄你无离过婚的人，我当然安尼啦。一句，那你朱大哥讲的，唔对，意思，那我演技无够好啊。不是，伊对你无了解。伊上厉害，不是这，伊上厉害是老百赛。老百赛。我来一二三，十秒伊都发到老百赛呢。没有没有。真是的啊，那是有剧情啊。哇，哎，导演伫遮，朱大哥导演偌厉害嘞。真正有法度。啊，你来给我一个证书，无我哪有遐搞？你讲一个叫好。你即摆上红，你安尼主打咧追求啊，追求无对。对安尼，爱看爱看到你足。就半台安尼哦，唔系，唔是看我干那安尼，安尼真好安尼，是这样。安尼安尼，咩那哭会出来啦？你讲演得出来，应该想要笑吧？嘿，啊，不安尼啦，我来编一个叫啦，就是这个大牛吼，无设计有一工车祸，啊，人过身去。谁烧臭酒啊？这里，你哪里当我臭酒？但怎么叫人哭哦？啊，你哪安尼哭就够厉害了，对啦，安尼够哭会出来。哎，女主角不是你叫假的呢？啊，迄个、迄个、乌乌，迄个，迄不是马乌，伊是可爱的。大牛。真的回他家，不再理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简单哦。莫怪你是收了最佳女主角，对啊，厉害，我厉害吧？啊啦！在我的面前哭会出来，查某无简单。真是演技厉害啊！嘿啊，恁人看到安尼啦，真正离婚离的落，我做唔上。来，最后佫唱一段赞的。伊要唱我之前，要教你跳舞了。要教我跳舞？你唔知也要跳舞？不是啊，朱大哥。我感觉你这节目哦，敢那今仔日来，我十八般武艺拢爱会晓安尼呢。没有没有。真是的啊，因为进前呢，我记得佛罗明哥的老师许金仙老师，他是有教我两步了。可是你有知那做英文的弄嘛，是那个临时抱佛脚哈。啊，杜家那舞蹈老师佮教我哈，我今晚唔知阿哥会记无？但是有玫瑰花不哈？佛罗明哥是不是拢爱加玫瑰花？这对尊者花。无可能，你我的嘴无遮大。佛罗明哥要加先是加玫瑰花嘛？啊，朱大哥嘛爱加物件，朱大哥，伊加玫瑰花嘛，啊，你嘛爱加一个来。哈哈哈！伊加玫瑰花加干嘛？主要是今仔要做酒呢。我来讲，我年会比你较侪位，上星出力也唔知啦。咱来去看卖，足侪足侪拢先出力啊！哎，知唔知？然后你今年吼，你去看咧？恁爸着搁加加嘛呢？啊，方明哥一定爱加物件，啊，即马玫瑰花干那一蕊尔，啊，你着较委屈加加嘛。哦，安尼啊。上这波我都真欢喜，我家家谈一汤拢输入面咧，安尼欢喜吼。你就爸爸，看民宿诸葛会笑，诸葛会色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民宿诸葛会色。